攻得快。OK。哇，这次小欧洲步台上来的挑篮得手是 OJ， 这个做很好的示范。其实有麦克主啊，他后面是米切尔，他不敢往前去扑啊，因为往前去扑，其实蔡文成是很会传 I 六的球。嗯，这边 OJ 没有怀疑颜色啊，在郭昭杰面前，刚球被富邦碰出界，球权还在打线手上。OJ 面对蔡文成走底线一起跳起来之后，哇，在前面一个右边的过去防守这个麦克流的时候啊，往往他自己啊比较容易会失控情绪上。对，今天他也有跟这个青年选手两个人来做了沟通，谁为主？前只换了一名球员，但是富邦啊，三名本土球员啊都已经有换过了。OJ 进来，哇，这是郭天定。也不过这个弹道很直啊，那个米切尔在比的张宗宪其实本身就有当一个突破破坏的能力啊，只要他会分球啊，射手群就有很多机会。OJ 拉了一杆之后的抛投得手，还是这个今天运球本来就不是林梦雪的强项。李冠伦收了之后找人 ，OJ 顺势起来起飞，再次的用他的灵活的手指把这两分给放了进去，而且投进一个得理不饶人啊，还去张宗宪面前讲了一些垃圾话，罚球他也是会被干扰的。他今天在上半场啊，两分球七投全进，三分线两次出手落，也只能放掉。如果面对球的防守，他也不敢太多余的去点球的动作。嗯，不过这次的切入哦，好消息，这次的失误把球权送给达兴，朱一杰往前一抛交给 OJ 妹啊！哇，这一整场啊，真的。但是换 OJ， 哇，今天的手指头真的在放球。OJ。欧洲步踩上来，结果没进，但是造成了蔡文成的犯，造成了犯规，张宗宪的犯规啊！球场上其实看得非常清楚，很少那种啊，球员私底下脾气很好，球场上脾气也会很好，就是这都是一定的。那如果说脾气好，那球场上脾气又暴躁，那是不太可能。限制的麦克连在内线的威胁之后啊，整体的效果其实让达兴这场比赛在第二。